你是在这瞄了我多久？为什么不开枪呢？让他继续瞄，不和他对了。大脸吧！哦！啊！又来了一条小鱼儿，放心大胆的捡饮料吧，前面还有很多的。缩毒了还不快走，非要上来和我硬刚。这个人真的太执着了，他着急了，非得把我置于死地。给他克雷，快走吧，别浪费子弹了。现在才发现执着的人是真的可怕。再执着的人也扛不住毒。